大家好，我要介绍的游戏叫做 Princess Bedroom Design， 那主要是一款可以布置房间的游戏哦。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可以来布置，那它布置的风格呢都是走一个很可爱然后很少女的风格。就点 play。 好，这换是你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就要来布置它。那上面都有很多的选项，我们可以从最左边开始。这的话呢是你的墙壁的样式，就有不同的风格可以来选择，可以选可爱一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窗户，然后就是那个窗帘，你也可以不要，就是很可以很 free 的来布置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。好，那这的话是地板的颜色，这个好了，然后还有别种的，还有地毯，再来就要进到家具的部分了。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种，它是玩起来很 free， 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压力，就是看你想要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。那包括床啊，然后床单啊，也都有不同的选项可以让你选择。然后还有床旁边的小柜子啊，也都有，及洋娃娃，然后枕头。觉得它的项目还蛮齐全的。然后再来呢，这是沙发，也都是有不同风格的。这个好了，就是走一个很少女的感觉。窗户换一下，这样，只要你稍微改一个地方呢，那个风格就会感觉就会不一样，就是有不同的感觉。 OK， 那左上角的话是音效设定，那如果说你想要重来，你就可以按左下角的 Reset， 那你觉得你布置 OK 了，就可以按 Show， 它就会呈现整个房间的样子。 OK， 那就请有兴趣的玩家们就赶快来下载来布置你们的房间吧。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